习近平的风尘“封城”“清明防控疫情措施正在深刻的改变中国。中国人普遍存在恐慌感，害怕重新回到毛泽东闭关锁国时代。如果习不能有效的消除这种恐慌感，中国就会出现政局动荡，从而危及习的二十大连任，甚至动摇中共的执政根基。 习近平全力的研究一书作者、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克里布朗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专访。他在专访中指出，习近平不惜代价的坚持亲民防疫，引发民怨沸腾。如果亲零政策将中国经济增长拉低到百分之五点五以下。 挫伤和惹怒中产阶级，社会动荡的爆发并非不可能。习近平虽然极有可能在二十大上连任，但如果他的政策持续引发经济的衰退，他的结局只有两个：或者被中共党无情的抛弃，或者与中共党一同覆灭。一，怎么看待习近平？ 布朗教授指出，习近平是中国共产党的守护者，他彻底拒绝西方模式，专注于维护一党专政，要将中国推上世界领导人的地位和角色。习清除了前任领导人留下的模棱两可，实现了他们包括毛泽东未曾达成的事儿，消除了外界关于中共真实意图。 和运作方式的所有幻觉，但无法满足中产阶级的期待，将是习面临的最大问题。而党内反对派、军队和民营企业以及少数民族都不可能撼动他的支配地位。习最初上位并非必然，至今仍充满神秘。但后来他所做的一切。 都以党为中心，经济和市场全部受制于政治目标。习的部分权威来自于他要实现让党的统治永久化这个目标。一旦失败，他将迎来彻头彻尾的灾难。二，清零防疫背后的权力博弈。中共在疫情开始时做出了清零的承诺。 但当中国看到世界其他地区，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死亡率和感染率都很高时，认为这几乎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机会，表明中国的制度比西方的制度更优越。现在的问题是很难扭转这种局面。一个真正的问题是，如果中国在错误的时间放松防疫，可能会有非常高的。 死亡率，因为中国方面的疫苗似乎不如西方疫苗那么对奥密克戎有效，所以放松清零政策在政治上对习而言是不可以接受的。上海一直是这场清零运动的中心，引发了民怨。问题在于这种情况是否会无限制延长？ 并扩展到中国的其他地区，比如正在出现苗头的北京和几个月前的西安。如果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尝试，那将在经济上造成相当大的破坏，会产生很多愤怒和怨恨。习和他周围的领导层面临的最大困难和最大的威胁仍然是经济问题，他们。 不像以前领导层那样对经济增长痴迷和感兴趣，比如邓小平、江泽民、胡锦涛。现在的中共领导层和过去一样，如果无法在稳定或改善物质生活方面做出贡献，就会出大的麻烦。比如封锁确实严重挫伤了中国的经济增长，并使其远低于预计的百分之五点五。 这将对中国的中产阶级产生重大的影响。如果多达五亿人的中产阶级觉得自己正在失去储蓄、无法赚钱、现代的生活比过去更糟糕，这会对中共领导造成巨大的破坏。因为对于习的领导地位、共同富裕和其他理念来说，中产阶级才使他试图真正吸引。 并获得支持的群体，如果一直继续清零几个月，并持续到明年，这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、物流、全球供应链产生巨大的影响。在习的治理下，中国政府还有很多手段可以控制人民，但它不能控制一切。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。现在还没有到达动乱的那一步，还有一段距离。 但不能完全忽略这种情况。习和同僚来说，最大的问题是人民的期待。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的期待不同，他们想要良好的交通、干净的水、空气、好的住房和负担起的商品。如果这些期望受挫，他们就会不满。在历史上，最绝望的阶层通常不是问题，中产阶级。 才是大的麻烦。这群人会变得非常的吵闹和愤怒。此外，党内可能有人对他的领导风格感到不安。尽管再次有传言说李克强现在可能更有权势，王岐山已经失宠，但看起来这些似乎并没有威胁性，因为习是如此占据了主导的地位，没有人拥有他的。 人脉和权力，如果他决定在今年十月和十一月退位，谁能够接手他呢？很难想象谁能取代他。军队不太可能反对习，因为军队已经被反腐败运动清洗很多遍了，在政治上非常的忠诚。新疆、西藏和内蒙古，当然有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对他不满，但是不会威胁到。 他在全国的领导地位，中产阶级才是大问题，才是大多数问题的来源。政治精英可能是第二个干扰群体，但很难看出目前是否会有行动。一旦中产阶级不高兴，政治精英就会介入，麻烦了就来了。我认为这个顺序是不会倒过来的。三，谁是习近平潜在的接班人？ 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二十四名成员，其中一些人将在今年晚些时候退休，一些人将继续工作，所以大约有一半的人可能具备未来的领导潜力。这是一个相当小的群体，经常被提及到的人物，比如胡春华、汪洋，都年龄合适、经验丰富，但习确实打破了一些规则。 年龄限制似乎不再那么重要，退休年龄是六十八岁，明年习就七十岁了。如果他继续担任党委书记，这条规则就不会再真正适用。二十大很重要，可能会让我们更好的了解谁能得势和受到好评。接下来的五年内，他们会更加做好准备。 因为习不可能长命百岁，但现在看不出他会在今年晚些时候交权。我认为中共不喜欢冒险、不稳定和惊喜。如果习有可能下台，早就发出信号了。习近平拒绝将西方思想引入中国。我们知道，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国内的优先事项，就是实行可持续的一党专政。 胡锦涛过去没有真正谈论过中国在世界上的愿景，习因此是一个分裂性人物。许多人认为强大的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领导人，其他人认为他是一尊独大的独裁者。中共党是什么？习近平又是什么？习近平完全吞并了中国共产党吗？还是党仍然关键性的存在？我认为党仍然是关键。 习只是一个领导人。如果习近平继续连任并实施政策，制造社会动荡，他本人就会变成问题所在。那么他和党就会发生严重的冲突。我不认为这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在文革期间的冲突。毛有威信，也有能力和党迎面作战并取胜。他做到了。 我不确定习是否获得了这种支持和有这种能力。当习的政策被看作是鲁莽的，并且不利于党继续执政的时候，他就可能遭到反对和处理。我们今天还看不到这种局面，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情的政治实体，它无情统治的时间比习要长久得多。中共想要的。 就是长期以来一直说的，让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大国。但如果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，并且被归咎于习的一系列政策，特别是疫情封锁和打击私营企业，就会造成不确定性。习就会变成问题所在，而不是解决方案。中共的愿景是要由共产党来领导中国。 并取得强大的地位。习在这个愿景中工作，这个愿景从毛泽东时代就存在。习在掌权期间曾帮助中国变得更富强，但他不能继续这么做的时候，那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党和国家认为这不是他们所需要的领导人，那么就可能有其他的人来代替习成为领导者。 这呀是一个比较温和的选择，但可能会有更大破坏性的内战。中共政权和中国的崩溃也是有可能的，有截然不同的政府体制取而代之。最难预见的结局是中共政权彻底崩溃以及之后发生的一切。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，也是世界的难题。这种不可预测性将是巨大的。 作为潜在的世界最大经济体，中国的分崩离析可不是在开玩笑。我们必须记住，这完全有可能发生。以上是布朗先生专访的主要内容。应该说，他的观点呢、啊、还是很深刻和尖锐的。他认为，经济是中共的主要问题。 如果习近平不能满足经济的持续增长，中共就会面临执政危机，习就会被抛弃。但如果习已经彻底控制了中共，他和中共就会一起走向灭亡。但我不太同意他关于中国中产阶级是中共和习近平主要问题的判断，没有意识到中国的中产阶级其实。 根本不同于西方，它与中共存在着利益的依附关系，并不具有独立性，难以形成独立的政治群体。中国的政治变革应该是多种力量的融合，既有底层民众的革命，也有中共党内的反抗，还有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。目前，政治谣言已经在中国满天飞了，而这恰恰是政治变革的。 前兆和风向标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此，感谢您的收看。